到吗，弗洛？告诉我你的位置。收到。我刚才在山崖上遇到了一些和龙卷风一样高大的怪物，很像渔民描述的龙。他们是从地底生长出来的。我看咱们来对地方了。好的，收到。我找到了可以用的交通工具，还遇到了个女孩。我们现在要去。喂喂，查娜，查娜。プレイステーション。